往后看是不是没有下嘴唇了？那那毁掉对吧？但是婴儿嘴个停了，你要再套到的购物啊？对，它要水静止下来才会有下嘴唇，因为倒影啊，倒影要靠水静止啊。那不等于中午吃饱饭之后，那停了休半点钟搁出来时阵，一记得搁有停下来。啊，那不等于存啊，照着假的好啊，卖有两假的上。哦，你不要会喘的话，它就有机会看得到。不太满光套上，这个是有零食的怎么办？小心哦，哈！大家把它定好，注意期望。右手边有一棵树，头要低下来。你先买，观众，你先买，买荧光圈。你这边荧光圈应该是中心的，它可能中间是黄色的边缘，所以光在这边是黄色。来，先跟大家握手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哪个洞啊？我来要准备位，我用上来几代呢？没事没事 ，wonderful。对吧，来，头上有一个大鸟巢，跟看见喜鹊鸟巢。好，你家看到定这个？哦，这是鸟类的地方哈。好，还哎，差不多轮胎那么大了啦。好，抬起来，把嘴巴闭起来，对吧？好，右手边哈，哎，你哪边有多少只喜鹊？没有错，来，右手边哈，往往垂一个大螃蟹有鳞管。啊，这样就会求个看哦，求望个生意来，这个是当地当然的黄色之旅的，你最好是看到红树林。手机要跟他设置红绿灯的，这个是红绿灯哦。他搞不好会找到你，还不错，很准哦。本地表示的他表现清醒。好，李佳，请问李佳右手边几只？看见？那一只，我们刚看来是这一只最小的，我们找那些大的，大的可能跑进去了啦。那大只的同学，我看他出来看一下，他的周边移动就是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老大第一来对，他们就是很明显。